请一山来到电闸前，我们来给大家揭晓。你拉下电闸的时候，如果主人公和你摇手相望，就是大家猜对了；反之则猜错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，张一山，来吧。一山哈。二。哎，如果不是一山的话，那真的很可怕。我觉得不是他。 我再问一下，沙哥，你的记忆是？嗯，对。什么？这不就是单傻的我吗？把丹姐的招学起来了。<笑>娜娜就说是他，剑山达人。娜娜，你太牛了。所以隐瞒了哪个细节？ 只有我知道我为什么上高台。这里有你们每一个人的记忆碎片，看完这些，你们就会明白一切。